因为起码你看，即个中华民国军，我做三，我是36期的，
咱台湾独立的时阵，首都要去哪里？是不是要去哪里啊？大家讲，来，迄个以后咱每一个都市的都市建设，像即卖咧讲，迄个轨道建设叫做 rail construction， 迄当是通的。未来迄个建设到底是需要啥？